第三任杰斐逊，两美元的那哥们儿是吧？哎，他干了两任，能不能再干？能，但是他说华盛顿星将军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先例，我将追随他，有更多的先例就会成为惯例，会使那些妄想无限期在任的人无计可施。对，这说的是美国。我还得回去呢啊！